而行也过于而道非之大也，以上还会马而耶所保，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以事业，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非之大也，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出百难尽，光目闻以涕泪好奇而拜在空结缘，我之母永托地狱，彼时三岁更无重罪，极力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若是罪报等人今生佛经，我然后方成真觉法誓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曰，光目若大慈名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毕设此报，一生为凡至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及，劫后成佛国光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王，而是罗汉复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自明法恒河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落于善知识权令一贪之间，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心归敬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如是奉施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藏在诸天受生妙乐若天佛经，下生人间有百千劫长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忧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云严佛体利益众生地自在王，菩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是四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师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界来发若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未觉更发光大誓言，唯愿师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为若即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光力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为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愿皆在其虚虚
心度脱众生，有为彼愿，此名自是最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满不断，以是至故有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报，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报，若一切因者所缺各缘养报，若一恶口者所眷属斗争报，若一毁谤者所无舌疮口报，若一嗔恚者所受罗笼缠报，若一见利者所索求为缘报，若一饮食无度者所饥渴眼病报，若于天烈自心者所惊狂丧命报，若于悖逆父母者所天地宰杀报，若于烧山离木者所狂迷去死报，若于前后父母恶毒者所翻身变大现受报，若于亡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报，若于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报，若于侵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报，若于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报，若于无法无身者所用在出生报，若于躺或站坐上身者所轮回地藏报，若于破戒犯斋者所亲受饥饿报，若于非礼毁容者所索求决绝报，若于无我恐高者所卑视下贱报，若于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报，若于邪见者所遍地受身报，如是等阎浮提众生身口意耳息皆过百千报应尽诸劣所，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也堪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尽皆说无有出息，是故汝等无人护国无灵，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已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娑婆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尼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地春尼切地
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大家好，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我是江坤俊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勤洗手。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湿洗手，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所以情况允许，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湿洗手会比酒精干洗手好。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次氯酸水来消毒，我在这边要告诉各位，次氯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桌面的擦拭，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然后刺激皮肤的现象。希望大家都能落实勤洗手，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Yeah.
富有地狱，明月天